持人好，我是郭玉玲，然后今年25岁，然后来自高雄，然后我想参加这个比赛，原因是因为我想把我的歌声分享给所有人听，然后我的代表动物是北极熊，因为我很怕热，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西西老师的《风起来》。西西老师，我觉得这里只能看选手。老师讲一下。哦，老师好。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唱我的歌。我觉得你唱的，都是直直的这样唱，好像可以加一点色彩，就是多一点抖音啊，然后，对，好像太空白了。那老师要示范一下吗？你唱一段。Let's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. 你没有疯起来，对，就是刚刚需要更大胆一点，然后再自信一些，这样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让我们欢迎。